各位同學，我們今天要做的實驗是實驗三，是要教大家去製作潛望鏡。而我們今天要用到的儀器分別有兩塊平面鏡、燈箱和電源供應。請同學將平面鏡放在第二部分圖的上方，並以45度角去擺放。請同學以三條平衡光線射向平面鏡，並標記三條的反射光線，然後請同學以直尺連接標記，最後請同學觀察一下反射光線轉向了多少度。